金牌洪家佑，洪家佑举手一下，让市长认识你。好，第三名张俊伟，第三名张佩纯，还有洪家荣。好，那请市长颁奖哈。108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，台南市代表队参赛成绩优秀，107名的选手参加柔道、跆拳道、少棒、电竞、慢速垒球以及传统竞赛等项目，得到2面金牌、2面银牌以及7面铜牌等奖项，缔造参赛以来最佳成绩。对于我们参加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各位选手，来表示跟他们致敬，也跟他们这个颁奖。那其实坦白讲，我们在受限于先天的这个资源比较少，但是后天的这个努力却是超标的这个状况下，我们的表现比2年前更好，得到的奖牌数值跟量都比2年前更提升。好，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台南市代表队赞。台南市政府5月8日办理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奖励金颁奖典礼，得奖的选手和教练大约30人出席颁奖活动。市长黄伟哲亲自接见，并且颁发奖状和奖励金。我相信我也跟他们做承诺，就是除了在平常训练的时候的一些软硬体设施能够加强之外，在未来如果在下一次再得标的话，再夺牌的话，我们市政府即使裁员比较不充裕，但是即便是这个去借款，都应该这个对于选手的奖励金方面能够更好。如果借款来做一些发什么津贴，我不愿意。但是借款来做这个发奖金，甚至充实运动设备，我觉得其实这笔钱值得借。好，来我们下一次的第几名？第一名。国家队培训选手的台湾族铅球好手马浩伟，在这届赛事得到一金一银的成绩，是台南市奖励金上悬的得主。黄市长也期勉在场的选手和教练继续努力，未来会当在其他的体育竞赛继续为台南市争取荣誉，再创佳绩。